大家好，我是力哥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上个视频我提到了通过 AI 工具为游戏开发提升效率，有一些小伙伴表示对这方面的知识感兴趣。今天就给大家介绍 Humble Bundle 的 ChatGPT 和 AI 完全指南教程包 A Complete Guide to ChatGPT in AI， 最多一档包含21件商品，最高折扣 98% off。 捆绑包是由 Pact 提供的一系列课程，涵盖了当今受瞩目的人工智能技术。无论你想深入了解 ChatGPT、 Mid Journey 还是 DALL-E 等 AI 生成工具，这个多样化的课程都能满足你的需求，帮助你充分利用新技术的潜力，学习从零开始构建 AI 应用程序的基础知识，同时你将学会撰写高效的艺术或者写作提示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中的一些教程。通过实际的 Code Along 的指南，帮助你使用 JavaScript 构建 ChatGPT， 适合有 JavaScript 的编程经验的开发者，教你如何利用 React Native 开发移动应用程序，并集成 ChatGPT 技术，适合想在移动应用中使用 AI 功能的开发者，帮助你优化和工程化 ChatGPT 和 GPT-4 的提示。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和优化提示生成过程，可以去看一下教授如何利用 ChatGPT 构建用于金融分析的对冲交易机器人，适合金融领域从业人员或者对金融分析感兴趣的开发者，帮助你利用 React 和 Fast API 构建基于 ChatGPT 语音驱动聊天机器人。目前市面上有不少这样的应用，主打情感陪伴，有的已经获得了很丰厚的收益，帮助初学者学习 AI 技术，并将其应用于艺术创作中，适合对 AI 艺术感兴趣的初学者或者艺术爱好者，探索如何将 ChatGPT 应用创意过程中，激发创意思维和灵感，适合创意人士、作家、设计师等。教授如何利用 ChatGPT 和 AI 技术创造被动收入的方法和策略，适合想创造额外收入个人或者创业者。时间关系，我就不一一介绍包里面的内容了。可以看到这个捆绑包涵盖的从艺术创作到创意思维，从图像生成到被动收入多个领域。无论你是初学者、创业人士、图像处理爱好者，还想通过 AI 技术实现额外收入人，也许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资源和学习内容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，我会把链接放在简介或者置顶留言里面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和 AI 技术相关的资源介绍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并且一键三连，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